哎呦，开会要迟到了。啊？门怎么打不开呀、啊？哎，难道这里不是弦乐社？那弦乐社呢？什么？连牌位都不见了，弦乐社到底去哪了？哦不，我要怎么办？我想到一个方法，之前试过，现在应该还有用。来喽，要开始喽。出现吧，提前精灵，快出现吧！哎，怎么都没有用啊？不对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，应该是这样。快出现吧，快出现吧！我要一支枪扛在肩膀上，子弹上了膛。哇，提琴精灵是你啊？哎，这不是屁爷吗？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呢。你今天召唤我出来，到底有何贵干呢？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哦，就是弦乐社他不见了。啊？你说弦乐社不见了？对啊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哦，屁眼，我跟你说，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弦乐社里面的大秘密。大秘密？对，就是大秘密。真假？那如果我发现这个大秘密，就可以重新找到弦乐社吗？没错，你讲得非常好。而且，这个大秘密就藏在我最私密的地方。最私密的地方，好害羞。那我来找找看好了。哎，干嘛？你这坏东西！干嘛啦？你自己说藏在最私密的地方啊！哦，我跟你说啦，这大秘密就藏在我的鞋底下，鞋底。哦。这也太私密了吧！是这坨纸吗？对，没错，你仔细摊开来看。哦，臭臭。哎，是一张地图哎。哎，那地形精灵，如果我遵循着这个地图的线索，那就会发现弦乐社的大秘密吗？对，没错。屁眼，你讲得很好，你只要沿着地图的指示走，最后你就能知道弦乐社的大秘密了。哎，线索嘞？在哪里啊？小伙子，想去哪儿？你们知道弦乐社的秘密吗？想知道弦乐社的秘密，就要先过我们这一关。来，第一题，请问高一弦乐社是几年创立的？快数啊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我数完了，是民国67年创立的，对不对？竟然能答对啊！请问 Carrie 姐是弦乐社前几任的社长呢？ Carrie 学姐今年是大七，她大二当社长，所以是前五届的社长，对吧？没想到你也能答对这个问题。第三题哦，请问刘文如老师几岁呢？还不简单，啊不就22岁啊？宇宙霹雳无敌美丽。
漂亮又温柔又婉约又大方又年轻又可爱又有气质的刘文如老师，今年才18岁。第四题，请问谁是学院社里面最帅气的人呢？这还不简单，当然是最帅气又最霸气的思涵姐啊。接下来第五题，也就是最困难的一题，请加油。请问阳明大学管弦乐团的全名是？是信爱心爱心爱心。哦，我知道，是心爱管弦乐团，对吧？才不是呢，是信。是爱信管弦乐团哦。这样看来五题里面你还是答对三题了嘛。好吧，那就算你过关吧。现在我们要给你一张小小的线索，希望你可以赶快把它拼凑完成。交给你了，孩子。你有吗？给我拍照，快点！好吧。眼睛要眯，要眯，眯眯眼。是这样吗？对，要啾眯啾眯在眼睛旁边。我眼睛好酸。你好丑哦！好啦，既然你那么努力的配合我了。那我就给你线索吧。哦，谢谢啦。好啦，加油啦，啾咪。我是真的有咪。你谁啊？想得到弦乐社的线索吗？跟我决斗吧！我们来比人体乌龟微笑，来吧！我先攻，乌龟龟跳。乌龟乌龟翘，乌龟龟翘，乌龟乌龟翘，我赢了。你赢了，依照诺言，我就把学院社的线索给你吧。哦，太感谢你了，磨了一年的琴，现在终于有弓可以拉了。谁啊？ Welcome, let's play the game. 你想必是追求学院社的秘密而来的，那抽三张卡，用你的音乐表达出三张卡的内容，只要能使我满意，我就能给你相对应的无限数。
来吧，这是你的信号。太感谢你了，太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就是地图上说的小爱指挥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哎，我想要知道玄月社秘密的线索。玄月社秘密？哦，想要线索，那必须学会一段指挥。教你什么？所以你要教我吗？然后你就会告诉我秘密。如果你学会的话，对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下，然后左，然后再右，上，对，下，左，右，上，看到了吗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对，从外面讲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对，不错不错啊，我自己秀一下。好 ，Yes， 终于有表现的机会。不错嘛，不错嘛。嗯，既然你要知道玄月社的小秘密，那就给你一个小提示吧。真的吗？太谢谢你了，小爱指挥。就是最后一个关主吗？我等你等很久了，平安。哦，抱歉，走路走到脚很酸。那我要怎样才能拿到最后一个线索呢？很简单，只要通过我这一关，演唱就好了。而且我会很从基本的开始。但是我不会唱哎。没关系，很简单，我们从最简单的曲子开始。好吧，那你教我。好。那第一首，不然我先示范。这是你逼我的，让他。真的不错，唱得不错。既然都这么说了，还不快给我线索？对吼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交给你最后一个线索。终于找到最后一个线索，我要去揭开玄月社的大秘密了。原来如此。
赶快进去。OK。哎呀，品言，你又迟到了。哦，还不是因为那只熊。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疼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，继续下一个梦。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，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。哦，我在旷野漂流，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，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。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疼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这碎裂的心，继续下一个梦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。尽头。